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为今天的聚会守望，也将自己的心交托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安静心来祷告。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因为我们仍旧有生命气息得以站立在你的圣所，主，这就是我们的感恩。主，我们谢谢你，愿那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开口来敬拜赞美你。主，你就恩待保守我们。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完全的交托给你。主，让我们单单注目在你身上，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主，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求主你恩待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聚会当中，在你的信息，在你的诗歌里面，主，我们就要得见你的话语，就要得着主你对我们生命的引导。求主恩待保守以下时间，这样恭敬的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清晨就能够来亲近他，来敬拜他。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用诗歌颂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将时间交给中学同工。好，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好吧，我们跟旁边弟兄姐妹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好，我们请一同站立，我们来唱我们的第一首诗歌，我们爱。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
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是天父爸爸最可爱的创造。虽然我们长得都不大一样，身高不一样，体型可能也不大一样，还有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恩赐也不一样，但是感谢神，每当跟教会弟兄姐妹在一同敬拜，跟我这群中学的辅导同工们一起可以来敬拜上帝的时候，真的是一件令我们感到最幸福的事。我们爱不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去爱，而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好不好？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好，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的副歌，我们爱。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天亮，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我们爱。我们爱，若不是上帝先爱我们，我们就成了明德罗想的八一般，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唱，神爱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爱回应他。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就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一生神，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就已认识了我们，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就已鉴察了我们。主啊，因为你的爱，你成就了我们许多美好的见证。主啊，因为你的爱，我们见证你那荣耀的大能。主啊，谢谢你，我们一路都走在你的道路上的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那以马内利的神。主啊，感谢你，求主耶稣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我们是在顺境或在困境当中，主啊，用你那喜乐油膏了我们的头，我们都用喜乐心来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那美好的应许即将要临到我们的身上。谢谢主耶稣，用我们的心一直都定睛仰望着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展开清晨的翅膀》。主耶和华，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如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使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
秘密里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主耶和华，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如我看我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额头上的话，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测及。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伸手保护我们，你清楚认识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一切你都细察，因此我们要切切来向你说，主耶稣，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也求你常常修剪我们，叫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祷告奉耶稣名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上帝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能以勇敢向前行。我的有时我会软弱，因我知道有时我能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来，请跟主说，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习你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心，我的力量，
决心，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爱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更新我们的心，主啊，更新我们的灵，主啊，让我们常常能够倒空自己，主啊，能够将你的心意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所做所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是你在带领着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们要去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主啊，真的，主啊，因为你常常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快跑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需要你。主啊，因为有你，主啊，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我们每一天，主，我们是有信心，主，我们是有力量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同心合意的为你，为更多的灵魂，主，我们愿意摆上自己来向你。向你摆上自己，主啊，真的是求你就使用我们，求你成为你合用贵重的器皿。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在今天早晨再一次的来感动我们，来用你的灵来引领我们。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先师感谢主，我们将时间交给中学同工。
谢谢中学的同工献上这样美好的诗歌，为我们每一天的领受，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接下来要来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3章21到23节。使徒行传第13章21到23节，翻到了由我来念。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另一处的经文在第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将时间交给三春牧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再一次来思想他的话语。现在请我们一起，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洗净我们一切 的罪，让我们全心能够来归向你，全心要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要来跟随我们的主。求主你常常来熬炼我，
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没有隐藏的恶，没有，好叫我们能够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是的，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早上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讲到神怎样啊给以色列人啊立一个王啊，给他一个王叫啊扫罗王哈，因为以色列人啊他们在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啊跟撒母耳哈要求立了一个王哈，然后神给他啊赐给他一个以色列第一个国王叫什么名字？扫罗哈，第一个王叫扫罗。啊，扫罗呢？扫罗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人呢？起初好像是哈，起初他好像很谦卑，他是一个能够去帮父亲寻找驴哈，很用心在寻找驴。然后呢，先知撒母耳跟他说，神要拣选你成为王，他就说他是一个在以色列当中最小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他们的父家是以色列当中最小的，他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但是呢，神在众民当中选立扫罗成为以色列君王的时候，众人却发现他们找不到谁，找不到扫罗，因为扫罗怎样躲起来了。好，众人去找他，所以扫罗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但是呢，但是当上以色列王的时候，却怎么样骄傲了。却不遵守神的诫命，因此神就厌弃他成为以色列君王。撒母耳还为扫罗一直在哀伤，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所以我们看看一个合神心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求我们的子女考试都要怎样考100分，对不对？常常我们的好像我们的子女如果能够达到是最好的，最高兴的。如果没有达到呢，就听说某某的家长怎么样，这个少一分要怎样，要打一下哈。不知道从小我们有没有这样被要求过，我们要考试要考满分哈。最近我们家儿子哈，信哲终于他在一科在平常考的时候考了100分，他拿来给我看哈。不是主科哈，是社会科。那就给他说好，给你10块钱当奖励哈。然后这次他们的月考，他说感谢主，啊，终于有了3科90分以上。数学还是说有进步，本来60几分，现在已经进步到70几分了。好像我们子女要取悦我们父母亲都要拿好的成绩，拿好的表现哈，好像是一定的道理。但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爱他哈，这是一个我们为人父母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好像我们共有的一个心情，就是只要孩子能够乖乖的听话，这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来可以看到，实际上神他说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因此呢，耶稣说他来，他不是招义人，他来乃是招什么罪人。因为怎么样，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哈，有病的人才用得到医生。所以我们要承认哈，怎么样，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呢也不要期待有一个完全的教会哈。哇，这个教会实在是不合我意哈，我要找一个合你意的教会哈，合我意的教会。但是呢，你看看你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完全100%合你意的教会，好像很难找到，对不对？好，曾经有一句话说，好，你要寻找到一个完全的教会，在世上是完全没有。如果你能够找得到一间完全的教会，也因为你的加入，那个教会也变成不完全了。所以我们那些是思想，事实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完全，我们乃是要怎样追求。当我们信主之后，不是代表我们完全的，
我们信主之后乃是我们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每一时每一刻都要追求，不要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就得救了。就像我前几天看一个 Good TV 那个讲员就说，不要以为你已经受洗了你就已经得救了，不要以为你守圣餐你就得救了，不要以为你来教会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要竭力，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面前常常更新我们自己。所以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合神的心意呢？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人喜悦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所以合神心意的人，他不是一个做很多的事工很有恩赐他很有成就的人，这样的人就很容易怎样？心高气傲，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就说过了：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耶稣就明白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怎么样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一个奉主名传道，奉主名赶鬼，能够吸引很多异能，很有恩赐，很有才华的人，怎么耶稣说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代表这些为主大发热心，很多为主做事情的人，不见得就是怎样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去思想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应该就是那一位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全心全意来寻求神，信靠神，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人。这样的人也是一个蒙神悦纳的人。我们看圣经很多人物，他们都是合神心意的人。像亚伯，他按照神的心意他献祭，神就看重他，喜悦他和他的祭物。那该隐呢？该隐也献祭了，他献的不是合神心意的祭，而且他心里面生出骄傲，所以耶和华就对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若你行不好，你生出骄傲嫉妒，罪就伏在你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神呼召出来他就出来，他遵循了神的旨意，而且他讨神的喜悦。像约瑟，他不敢犯一件罪来得罪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与他同在，不管他到哪里，神就让他亨通。我们看撒母耳是神所喜悦的人，记载着神和人喜悦他的心一起成长的。像大卫，神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像大卫，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卫，神废弃了保罗，选立了大卫。为什么选立大卫呢？因为他是一个忠心牧养羊群的人，他为父亲牧养羊群，他很忠心在神的家，在父的家里面。而且当有这些熊啊狮子来的时候，他自己奋力的把这些来攻击他的这些熊啊狮子啊，就把他打退了。而且当他去送饭给他的哥哥们，看到哥利亚，非利士人哥利亚咆哮叫骂辱骂耶和华军队的时候，大卫勇敢怎么样挺身而出，大家说以色列军兵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面对敌人哥利亚的叫骂，连扫罗王他也惧怕，就只有勇敢的大卫出来应战。而且他对哥利亚说，怎样，你来攻打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攻打你乃是靠着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也看到大卫他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有两次可以杀扫罗王的机会，他都敬畏神，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没有要犯罪。
也看到大卫迎接约柜进城的时候，那种欢喜快乐尽情在神的面前跳舞，那种欢喜的样子，也看到他有一颗愿意为主来建殿的心。虽然神没有应许他，但是神却跟他立了一个大卫之约，让他的子子孙孙能够坐着为王，建立他的国位到永远。虽然他有错，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他有两次错误，扫罗王也有两次错误。同样这两次错误，为什么扫罗王他被上帝所废？因为他是一个悖逆，他不肯认错悔改。当撒母耳跟他讲说你得罪了神的时候，他还要撒母耳在众人面前怎么样抬举他。那大卫呢，他跟巴拿巴犯了奸淫的罪，而且他也犯了借刀杀人，杀了巴拿巴的先生乌利亚。这样一个罪，当拿单来指责他的时候，他勇于认错。他虽然也遭受到上帝的刑罚，他们家里面发生的变乱，凶刀有刀杀的事情，而且很多淫乱的事情，但是却看到神仍然喜爱大卫，看到大卫是一颗愿意悔改，所以他在诗篇五十一篇就直接说的，他犯了罪，求主用牛膝洗净他，而且求主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让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就是一个大卫，他愿意悔改。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他的拣选跟他的废弃，事实上是出于他的主权。所以我们跟今天所让大家所看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讲到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作为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我们知道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因为在出埃及记跟诺亚书就讲到说，神要怜悯血就怜悯血，他要恩待血就恩待血。我们有什么话说神你拣选这个人不拣选那个人，这是出于神的主权。好像神他所要拣选的，好像我们去菜场要买菜，或是我们要买水果，哦，我们挑选每一个妇女都有一个基因，一定在那边精挑细选，这个西瓜来就怎样，就这样子掉掉的哈，啊，听听那个声音有没有清脆，啊，或是苹果来看看外观是不是很漂亮啊，很红啊，啊，好像我们人哎都会拣选，对不对？像上帝呢，上帝也拣选啊，上帝拣选什么人？在跟说前世说上帝所拣选的，哎，好像跟世人拣选不一样哈，世人拣选都要拣选那个体面的啦，哦，那个很好看的啦。现在很多体面很好看的不见得就是好的哈，很多都加了什么色素啦，很多叫什么什么样的化学原料，让它看起来怎样更鲜美，对不对？啊，哦，神说他拣选什么愚拙的人，怎么样叫聪明的人羞愧？啊，哦，神拣选的就是这些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完美的人，但是这些人。愚拙人就是怎样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是不够完美的，我们是有一些的缺陷的，但是我们要说是神在万民当中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说神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免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表现得很好的行为，像法利赛人是不是有很好的行为，外表上看起来是好的行为啊，十一奉献啊，禁食祷告啊，哦，去周济穷人啊，哦，然后呢好像一副啊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呢耶稣却不喜悦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只是外表好像亲近神，但是呢好像以赛亚书啊，
先知仅对百姓所说的，你们心怎么样，你们的嘴唇敬拜我，心却怎样远离我。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人来，但是我们的心没有来，那还是没有用。我们必须要人来，心也来。有时候人没有办法来，心也在这里。求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是整个是向着神的心。我们知道我们不离开神，刚刚所唱的诗歌，有必须要有主在我生命中当中。所以呢，我们人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说，哎，神你拣选他不拣选我，乃是神愿意怎么样，万人得救，愿意人人悔改。那人呢？人必须要怎么样回应神的爱？所以大家很熟的一句话，外邦人都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有心，反得永生。这一切信他的人是代表这些人愿意是回应神的爱的人，回应神的爱的人。所以很多人就说，那神已经预定了谁能够得救谁不能得救，那我就不用传福音了，反正传不传你都能够叫他人得救。这是很错误的预定论的一个说法。神他愿意拣选每一个人，但是呢，人常常是去拒绝了。神有主权可以拣选这个，可以拣选那个人，但是呢，神他为什么拣选那个人？神为什么拣选了大卫？因为大卫愿意悔改，因为大卫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为什么废弃了扫罗？因为扫罗刚开始也是很谦卑，他身材高大，比众人高出了一个头，好像在人看起来是很体面的，是可以怎么样是当一个很体面的国王，但是他的心没有完全向着神，他的心是偏离了神。所以呢，神就离开他，就有什么来，就有魔鬼来。所以神他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是来回应神的爱。所以呢，神给人有机会啊，神有给人有机会，好像神给什么挪亚那时候的人有机会，有100多年的时间可以听到挪亚对他们的传道，但是呢，这些人怎么样？就是不悔改。当称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在以赛亚书55章里面讲到说，我们真的是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还在的时候，我们就来要来寻求神。就好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跟他同钉的两个强盗，哎，他们那时候离耶稣也是最近的，就在旁边。但一个强盗怎么样嘲笑耶稣说，啊，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下海啊。另外一个强盗说，你是谁啊，你竟然敢这样子对耶稣说话。然后呢，这位强盗就跟耶稣说，主啊，求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这位悔改的强盗就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等到机会没了，方舟的门关了，你那时候要再来悔改都来不及了。就好像最近牧师在查那个启示录，那边也看到，到时候大灾难的时候，主降临的来再来的时候，啊，你那时候看见要再来相信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四个童女，有个童女是聪明的，预备灯又预备油，耶稣来的时候就迎接她。那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预备灯但没有预备油，耶稣来的时候她就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相见的时候来求告他。所以亲近神的人，神必要亲近他；厌弃神的人，神就厌弃他。所以扫罗厌弃神作王，神就厌弃扫罗。
扫罗王应气神，神就应气扫罗王。所以昨天牧师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讲到911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那时候美国人常常问说，哎，神是不是离开我们了？格里汉的女儿就回答说，不是神离开我们，是我们美国离开了神了。因为开始美国以前是一个用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他们每一个他们元首就任的时候都要按着圣经来宣誓，而且他们那时候在校园都可以祷告，都可以传福音，现在都已经禁止了，不能祷告，不能讲耶稣。所以是美国把神赶出去了，不是神离开了他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到这个患难，我们就会说，哎，是神离开我，是让神没有离开我们，神不会，神应许我们永不离开我们，是我们人离开了神。所以人的顺服跟悖逆决定了是不是我们在神的拣选当中。所以刚刚所读的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人喜悦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顺从胜于羔羊的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什么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应弃你作王。这是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所以将神的话打折扣是悖逆的开始，显示人心的不相信跟不顺服。好像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神命令他说，这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吃的那日就必怎么样，你们就必死。然后呢，当蛇来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说啊，耶和华岂是真说啊，神岂是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夏娃就说啊，耶和华曾说啊，这个啊，这个我们不可以吃啊，不可摸啊，免得我们死。已经把神的话语打折扣了，已经不相信神话语的权威。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挑战神话语的权威，像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神的话语好像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一样。如果我们悖逆了神，事实上好像在玩火自焚一样。因为你如果悖逆，我们不要轻忽悖逆的严重性。现在很多当然在说，不要酒驾，不要闯红灯，不要开快车，不要累的时候，不要疲劳驾驶，免得你慌神。但是很多人就是不听，还是酒驾。现在酒驾肇事的还是很多，现在很多闯红灯的，很多车祸的。最近有一个马太，我们马太牧区的一位弟兄，他的父亲因为他们开始准备他们要开店，然后他父亲也太累了，在忙，然后呢开车开到晃神，不仅是晃神，而且是睡着了，然后就出了车祸了。我们常常会想到说，哎，事实上我可以，我可以撑，我可以怎么样。事实上常常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我们真的是不可以悖逆。因为悖逆真的就是人的天性，从始祖亚当开始，他们一犯了罪，罪就入了这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子都会有什么几岁的叛逆期儿童幼儿的几岁，三岁五岁叛逆期然后呢青少年一个叛逆期好像不用教，这人就会怎样，就会厌烦父母亲的唠叨父母亲的什么的一个权威但是呢我们人必须要不断的放下老我，破去自己。因为顺服就是蒙福，悖逆就会招来灾祸跟灭亡。好，讲到顺服就蒙福，我就再次去思想，哎，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要合我意那个要合我意，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合，不是合你意，也不是合我意，乃是要合神的意思。
我就想到说，我有一个同学哈，以前在花神，他就做一件事，说他那时候祷告说，哎，某某某姊妹啊，可以成为他的另外一半哈，他的配偶，哎，他就说，哎，神为什么没有听他的祷告啊？然后后来，哎，他就跟另外一位姊妹结婚了。然后过了多年之后，他就哎说感谢神，他还好当初没有跟他结婚啊，因为他觉得他现在的样，哎，看他以前的他喜欢的对象的啊，这个现在样子都跟他想象的都不一样了哈。啊，我就想到说啊，我也好像也是哈，啊，啊，我以前哎好像也在五专的时候，好像也是对哎对某某哎有位团契的姊妹好像也很有好感啊，只是也很有好感而已了哈。然后毕业，然后哎离开就是毕业后回到台南，哎，突然间哎怎么那个接到那个哎。他寄来的那个信啊，他寄来的卡片，我就吓一跳，我就不敢回了。然后后来，哎，有一次好像在清轩，好像看到他的样子，那种感觉，哎，我说哦，还好，啊，但是呢，感谢神啊，我觉得顺服就是蒙福哈，因为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发现好像不合你意，事实上如果是神的意思，都是好的。好像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好像对他很有信心的，而且他是依靠神的，而且他对他的出卖他的哥哥们说，你们原来的意思是不好的，好，但神的意思是怎样，是好的，好，是要让在座的你先让他能够到埃及，能够拯救他们全家的生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学习要来顺服神。所以我们来看大卫他的一生，真的神给他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对他整个人生做了一个 ending 的一个话语，就是在使徒行传13:36，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做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我们再去思想，哎，如果我们离开世上的那一天，神跟我们说啊，你是怎样又忠心又良善神的仆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怎样进入到神那里与他同坐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最高的原则就是容神一人嘛，哈，一个 WWJD 哈，很多人喜欢戴手环，对不对？啊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耶稣会怎么做哈？那时候我们在当下赶时间了，是不是还要遵守交通规则哈？红灯的，是不是要闯哈？啊，然后我就常常被提醒。那时候哎，有几次，哎，早上赶时间要去基督村啊，去哪里？时间来不及了哈。然后后来牧师就说啊，没有那么赶哈。然后我就把速度就放下了哈，啊，现在几乎就很少啊，会说因为赶时间，反正牧师都觉得嗯好，时间都够，我就都会慢慢开了，啊，所以哎，那你是不是耶稣在那时候他会怎么做？是不是很多时候哎不要有借口，是为了什么？为了传福音去到牧师长说的，为了传福音怎样？啊，到酒吧去哪里啊？要跟他们做好朋友啊！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落入在那种试探的当中哈。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想到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或是耶稣在这里，我应该要怎么做？好，所以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的墓志铭是什么？大卫，神给他墓志铭是，他是合他心意的人。摩西呢？神说他是极其谦和胜过众人的，是在神的家全然尽忠的。那亚伯拉罕呢？他是信心之父，他是被神称为是他的朋友，他做的事可以岂能瞒着他呢？那保罗啊，更是我们所熟悉、所羡慕的。他说：“那美好的仗，他怎样
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锁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他来存留。这是保罗，他有这个把握。我们有把握吗？神要给我们的仗我们打过了吗？神要我们跑的路我们跑尽了吗？我们所信的道锁住了吗？常常最近上一期在教旧约历史书，就会发现真的以色列都是不好的王，都是坏王，他们的墓志铭都是怎么样，总不离开耶罗波安陷入使众民犯罪的那个恶啊，说耶罗波安怎么样，他为了怕以色列人归顺到大卫他们那个支派，犹大的支派，就在哪两个地方，但跟伯特利造了金牛犊，把以色列人渗入到最终。所以以色列的王每一个王都是篡位得来的，都不是像大卫，因为大卫的缘故，神虽然他们的所罗门王，他们还有罗伯安他们犯的罪，以至于他们国家都分裂了，但是呢，神仍然存留，让大卫这个南国这个家，这个还是一样都是属于大卫的一个家族，他们神应许他的子孙永远建立到神的王位。刚刚所读的二十三节怎么样，从大卫的后裔他的子孙当中，神拣选了谁，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看到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连他的后裔都蒙福，而且耶稣也是从大卫支派大卫的子孙出来，所以他被称为大卫的子孙。看一看大卫一生就是这样子的蒙福。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从我们开始，我们的子孙也要因着这样的蒙福。我们的牧师长说，以前你的祖先你的父母他们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从你开始以后你的家是不是就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门，神祝福的家庭，你的子孙是不是一个敬畏敬虔的后代，这是我们所要培养的。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我们常常在说，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我们需要常常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主的面前。重要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常常把你的心把你的眼目都夺走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来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现在的人都是一个不会向上抬头仰望神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怎样，在低头吗，在看下面有没有捡到黄金吗，最近很多低头族的人。那帮助我们是一个仰望依靠神的人，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一个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而是我们还是在追求，还是因为我们虽然软弱，主他是刚强的。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常常的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成为一个合他心意讨神喜悦的儿女，我们就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蒙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心尊主为大，我们灵以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为乐。是的，主，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是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是一个愿意完全来寻求神依靠神的人。所以你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把自我放下，我们能够破碎自己，我们能够单单来寻求神，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全权可喜悦的旨意。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我们的主，我们需要我们的神，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有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好叫我们能够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而且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是讨你的喜悦的，是蒙你的悦纳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口琴给我们回应的一首诗歌，耶稣在我里面。是的，我们若常常在耶稣里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奉献感恩的祷告，我们请倪静平姐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知道你在圣经上教导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胜过一切，保守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常常都能够学会遵行你的旨意，学会尊主为大。主啊，让我们学习做合神心意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从万民中拣选我们，主帮助我们脱离卑贱的事，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今日在这里，我们快跑跟随你。主啊，我们渴慕你，求你用你的话，用你的灵常常的充满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要一生学习来寻求你。主，我们献上的一切，我们求你悦纳，在这里的感恩，求主
你亲自大大的赐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颂荣弟兄姐妹请起立，圣歌第29首，颂荣后请牧师为我们祝祷。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希望在生命当中能够更认识你，也更完全的走在主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你曾经给我们很多好处，你曾经高举了我们，我希望我们在生命里面得到荣耀之后，不要忘记这些恩典。我们看到扫罗是怎样得到恩典，但是怎样也在生命里面成为自我的骄傲，也求主你引导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天，我们要长久在主你爱里面，更常常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相信你的旨意是我们生命最喜悦的，我们也在这条道路里面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这是我们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现在就临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在这新的日子里面为你而奔跑，为你而活出荣耀的见证，让我们所得着的医治、身心灵都在你面前活泼，在每一天里面成为你的喜悦。献上我们感恩，愿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通通都可以把那个停车的分享拿出来吗？好，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在这里补充报告一下，以后我们在教会，特别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在停车场上面请记得哦，我们车辆的出去是顺序常常，因为跟进来车辆常常都会堵在一起哈，所以我们尽量能够照着地上的那个画的规定，入口就是一定入口，然后照从另一个方向出口哈，然后当中如果有指定骑脚踏车的话哈，我们以后在我们的 Ground is Love 前面那边有一个栏杆，那边哈是要让大家锁你的脚踏车的，让大家都能够特别注意，在这当中一起来配合。好，这是一个补充的报告，愿神在我们当中所引导的每一天都有神的美意。那这里补充就是下礼拜天下午我们有为台南，在整个台南市的整个教会的联合，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都一起来配合，一起来鼓励。然后这个打出来的话，因为常常有路口进去的车子跟大家出来车子都堵在一起哦，那请大家都能够配合，如果你有开车的话，路口都从这个地方进去，然后出去从另外的地方出来哦，然后遵循的上面的一个方向啊。第二张就是那个停脚踏车的位置哈，我们在脚踏车这边做一个铁栏杆，因为脚踏车比较容易被偷哈，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如果你有小孩子能够骑脚踏车来的话，可以把它锁在这，那我们希望大家来到教会都能够快快乐乐，并且有一个最安全的空间。好，这是一个补充的报告。